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孙仔是无？啊，是啊，伊是玉佛节迄天来报名的，叫杨正奇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杨师兄，你敢那亲像有啉麻油酒哦？哦，啊，你内行的啦，你哪知影我爱啉麻油酒啊？因为阮拢有闻到哦。我会要求杨先生只能在一楼居家的空间活动，他也不可以打电话给林小姐，也不能有任何监听跟踪的行为。如果你违反保护令，最多是可以关到3年的。村民啊，